原神，谁才是真正的挖矿高手？你又拥有几个矿石？算得上是前期萌新玩家较为需要的日常材料。那用哪个角色挖矿是最合适呢？首先整体概括一下大剑角色，因为小伙伴们都知道挖矿的话使用大剑角色是最为合适的，但也并不是每一个大剑角色都能胜任这个工作。就比如北斗，他的三下平 A 就无法对矿石造成整体伤害，早右也一样并不擅长挖矿，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抓金蝶吧。剩下的大剑角色基本上都是三下平 A 收下矿石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知道一提挖矿，小伙伴们肯定想到的就是雷泽，因为他除了平 A 收矿石外，蓄力技能也可实现对周围矿石的范围性伤害，实现一揽子收获。但补充一下，雷泽的蓄力相比较于钟离的范围可能要小一点，但钟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，所以萌新玩家要有雷泽的话，那他这个矿工头子算得上是实至名归。其实弓箭角色也能挖矿，但不能使用平 A， 因为造成不了伤害，可以利用元素火加雷的超导机制进行炸矿，偏娱乐性，不是很推荐。凝光使用技能也能对矿石造成伤害，但是它的技能 CD 长，不推荐。可以先挂上冰元素，再用凝光平 A 就可以实现秒挖矿了。像烟飞这种法师其实也可以挖矿的，使用重击就可以了。除了大剑角色挖矿，剩下的其实都是偏娱乐性，还有一些更另类的挖矿方式，小伙伴们可以持续关注一下。下期见，拜拜。